我有个疑问，吕布这什么铭文呀？他开局压着黄杰打的，但是你遇上了我，买一送一，来个一姐还送个闪现，有想法的。对付这种前期打得比较凶的边路，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。等他复活以后，我看看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他还打得凶的话，我还能抓一次，不用担心对面打野会不会来反野之类的事。他一个典韦凭什么敢来呀？是吧？吕布好像被打怕了，那走了。这里有个大残，他可能原地回城的。有大吗？没大，你可死了。我隐身好像时间有点久，大哥们不要来抓我。我有隐身，不要打，是吧？反正你又追不上了。正好，这里还能捡一个。我刚刚是不是漏视野的？好像是漏的。干什么？哎呀，等一下，技能好了，我左护右护，哎呦，哈哈，我隐身还能走。好的，马上就来。这把中后期肯定要招黄忠的，我一直没去是因为我想着啊，鱼一直跟着他呀，我就不想把这条鱼给骗走，但奈何五分钟呢他就不上当，但是鱼一直跟着黄忠的话，我一个人拿他没办法。看看吧，等下要怎么办呀？这鱼又来了，黄忠这样子他可能会往回头吧，他不一定敢往前冲的，是吧？来了，哎。这个版本射手一定要多抓啊！我想去二塔蹲黄忠啊，这鱼上当了，你们发现没有？他开始一直跟着的黄忠，但现在一直跟着典韦啊！哈哈，你终于上当了，你们家黄忠要倒大霉喽！这黄忠等下要去带线了，不要急，等他往前走一走，他手里可能有闪现，看我的，还不闪？嘿嘿。OK， 下一波没闪，下一波更好打。你去跟典韦啊，不要来来回回这么搞。还是老办法，这下我二塔头。正好我应该能跟他打个照面啥的。估计差不多了。海朵，鱼开始梦游了啊！那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拉来黄忠复活，接着去，他会觉得我蹲了一次就不蹲的，他可能还是敢走这里的，我就偏偏要蹲，我相信他还是会来，果然，等下第三次了他就不会来了，他如果等下第三次还来，他就是个人机了，咱们相信我的判断，等下第三次他会往中路走，他复活了，大哥，不要搞我，对，就是这里。但是好像时间有点来不及，是吧？那巨猪又来吧，我就晚来两秒就给他给跑了。哟，这大耳朵肯定没大，他们刚刚打完团，怎么可能有大的？怎么呀？哎，为什么？大概鱼哥哥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要不我说我们俩有缘呢？你不要，哎呀！他们打起来了，那黄忠肯定要来支援的哦。啊，对面死鸟这样貂蝉大残，我们家相当于也是死了两个了，所以他们这波团肯定要接。他现在闪现好了，慢点走，慢点走，慢点走。哎呀，我大用来带线去了。哎，不急，咱们上半野区优势很大，兵线已经往二塔走了，我来这里蹲一手。飞一只蚊子过来，我也得打他两下。吕布没大就死，有大我赚个大，反正怎么样我都小赚。好了，然后上路两个，下路两个，黄忠死了，下面两个大残都是我的。哎呦，你回城好歹也带草，你回家是吧？又来一个，不是不会打不过吧？哎呦，你要吓死我，你真的。对面几个关键人物的位置我全有了，四个人都在这里，五个都在，让我看看这黄忠等下怎么走，
他敢跑完兵线往后退他就死了，他往前走反而有一线生机。好了，他往后退了，他回来了，他怂了，他死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不，哎呦，我说了，我就说往前走有一线生机嘛，是吧？打不了了，这炮兵没了。不过也对啊，我感觉我们家好像就我是个顺风，怪不得敢这么打。但是咱们有办法，我能拖他们的。这红 buff 的价格又要来了啊！黄忠来了啊！那大耳现在看，哎呦，没看着，还，哎呦，刚刚好像我漏视野了，对吧？我漏了，我走了。下的马换上的马，小赚。咱们在上面把线带一下啊、哦，火杰绕一下，黄忠在后面呢，少了一个普通，要不然他直接就死了。黄忠，你干什么？不要追我，有闪现我就死给你看，没闪现你就别吓我。好了，开个爆贴，摸一下，我走。等一会儿，哎，我又来，我又走，我又来了。然后我这又打起来，没事，你们打不打得过我都不管了，好吧？因为我知道前面这里有个黄忠。他会赶过来支援他队友的。哎，我们打得过了哟，好消息啊！千万不要站一堆。我现在在等黄忠呢，还在后面架炮。我让你架。这典韦当起这黄忠的保镖了，有意思啊！你这人。